我们今天开始烧谷子了，每到这个时候，我们这邻居都是互相来帮忙。丰收的季节，得趁早收割，不收割野猪都会过来吃。你看到处都是野猪蹄子也。对，这都是猪蹄子也。人多力量大，看，就这么一会儿，我们都快收割完了啊！大哥，大哥。中午我们吃大锅菜，好不好？好，吃。你看，青椒他可叫一次嘞。叫什么叫叫什么？不叫的。哎呀！好了，我要把这收割好的谷子放到那个广场里面去晾晒去。嗯。哎，那个。小心脑。好了，要去打场打谷子了。这是刚收上来的谷子，得先把它晾起来。碾谷子要把它打成圈儿，然后这样一圈一圈碾过去，下边就是谷子。果子碾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吹鼓了，这是山鼓，山鼓。一般我们这打鼓都会过来帮忙，嗯，这打鼓的我们长辈们都会过来，互相帮助。把这些碾好的谷子放到这个风车里边，然后吹一遍，就会把那些不饱满的谷子和不堪给吹出去，啊，留下来就是原始的谷子。这个还有最后一道工序，脱壳就成为咱们饭桌上的小米了。要开始做饭了，中午打谷子的村民都会聚在这个广场吃饭，一会儿带你们看一下我们家乡的美食大锅菜。原始大锅灶，柴火饭。柴火饭，把这个得洗一下。刘云哥当大厨，我是火厨。厨神炒菜就是一样，放下一就是。然后再喝一点，喝上放下一，炒这些肉。三天吃两斤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丰收的季节，可热闹了。我们这一起干活，一起吃饭，吃大锅饭。农家手工粉条。对，我们村里面自己做的粉条。好了，说要再上20分钟。加入肉，不用放盐了啊，肉是咸的。都倒进去。来。10斤肉。投入配菜。颜色是不是一下就出来了？手工丸子。哇。是吧？香菜走起。都放里边。开饭啦！开饭啦！好，来来，教你一踩啊，哎呀，这样还有啊！哎，好嘞。馒头。热腾腾的馒头呀！头。哎呀，快！好吃。香菜。好吃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。好吃，好吃，还有。还有。